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行书。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和研究行书的艺术和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行书？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就叫行书。那么说的文气一点呢，就是按照古人说的，按照唐代张怀瓘所讲的，叫做非真非草，离方顿圆，在乎寂梦之间也。非真非草，既不是真书，真书就是楷书啊，又不是草书。离方顿圆，它既不是方的，又不是圆的，啊。那么介乎寂梦之间，寂就是排行最小的，梦呢是排行最大的，在他们俩中间。说来说去还是讲的，就是行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咱们举个例子，大家看一下，我在这儿写一下。什么叫楷书？什么叫行书？什么叫草书？楷书呢，线条呢，它要写的比较含蓄啊。我们比如说行书，我们用楷书来写，这是楷书的行，书字。这是楷书啊，楷书的写法，那么一笔一画交代很清楚，而且在重要的笔画上要藏锋，重要的笔画藏锋，最后要收锋。嗯，我们看行书，行书就快了，写起来啊。这是行书，草书呢就更快。那么楷书啊，行书、草书，刚才这过程中大家能感觉出来，从速度上说，我们的行书比楷书要快，比草书呢要慢一些。从笔画上说呢，行书比楷书要简洁了很多，比如说这些都连起来写了，这个勾可以去掉了，那勾可以写成竖了，这里边呢有几个笔画连起来一直写，嗯，那么减省了很多的笔画。那么和草书比呢，它又比草书笔画又要多一点。那么在试读上，我们行书很好认，这是楷书哈。这个行书也很好认，比如说写一个清，那就是颜真卿的清，这就是个清，那就是这个字，那么我再多一点，这就是香，称香的香。啊，我这个点稍微拐的方向不一样，这是可以的乙。所以说草书的规范要求也非常严格，楷书也非常严格，只有行书是最自由的。啊，所以说行书的最大好处啊，写起来自由，速度快，好辨认，这也是历代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喜欢行书最多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首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什么叫行书？那下面呢，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朋友问，啊，我没写过楷书，我没写好楷书，能不能直接写行书？那么这个回答呢，我们说是肯定的，啊，尤其是成年人，没有写好楷书的，这个基础上，直接写行书，是完全可以的。理由呢？第一条，并不是这个先有楷书后有行书，而恰恰相反，是先有了行书，后有了楷书。大家知道，在汉代同行的是隶书，那么大家为了使用的方便，特别是在边关这个要写战报，要向中央报情况很紧急的情况下，就把隶书写草起来了。草起来以后，慢慢就演化到章草，那么就是草书就产生了。有章草，然后产生了金草。那么通过草书稍微做一下规范，就成了行草。行草再规范成了行书，行书再规范成为行楷，行楷再规范成为楷书。它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真正的楷书的成熟是在行书之后啊，楷书的真正的成熟是在唐代，那行书的成熟呢是在这个东晋。因此说呢，并不是先有的楷书后有的行书，而恰恰是先有的行书后有了楷书，这是一个从过程上啊谁先谁后的问题。所以直接写行书是能够写好的，能够写好的，啊。那么写行书的同时，当然你可以写楷书，你可以把行书当中所理解的东西，经过一点慢慢的规范以后，逐步把它规范成楷书。那比如说，在唐代，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这个，集的王羲之的，行书的，《圣教序》，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下面学行书也要讲这个圣教序，但是在唐代同时褚遂良也写了一个楷书的圣教序，啊，这个楷书的圣教序呢也刻在西安的这个大雁塔这个下边。那么这个楷书里面就吸收了很多行书里面的这种意蕴，啊，它有些很多字的这种神采和结构，那么又和行书的王羲之的字有很多的借鉴。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过去讲，就是养成规矩老不入少。其实楷书是规矩太多，法太多，我们成年人呢再回到这个非常完密的这个法度当中去呢，反而我们会很累，会很辛苦。学习行书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基本上我们从历史和当代这个学习行书的经验来看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路线。首先呢，第一就是我们学习行书，我们学谁啊？我们这里呢推荐大家，第一，我们要从晋人入手。这个晋呢，就是指的东晋啊，就是王羲之那个时代，啊，从晋人入手。那么晋人呢，从王羲之入手，王羲之呢，从他的《圣教序》入手，也就是后人啊，唐代的人以王羲之的行书集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而不是从《兰亭序》入手，啊。圣教序学完之后，然后学习王羲之的一些手札。
王羲之的手札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学习一些王羲之的一些草书的手札，比如说他的《十七帖》。在这个《十七帖》学完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学习和理解一些王羲之最著名的这个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把这个学完以后呢，我们再往前走啊，我们再扩展到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书和行草当中去，基本上这么一个路线。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讲为什么要从晋人开始，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呢有几个呢，第一就是晋人的行书行草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最高峰，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超越。所以我们学习书法呢，那还是学习最高的。那古人讲叫做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说我们还是学习这个最高的这些个经典，防止我们取法乎中了，那实际上你仅得其下了啊，要防止这些问题。那么现在需要回答，为什么晋人就达到了最高，而后来历代的这么多书法家就没有超过他，是什么原因？那么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在这个首先在这个社会思想方面说，到了这个汉末，西晋、东晋这一段时间，是整个社会进入了这个追求自然、追求自由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是反对汉代长期独尊儒术造成的这种礼教的束缚。那么特别是像东晋时期，他的这个豪门大族，他有的是良田经济状况非常好这个奴仆非常多，生活非常富足。那么这些人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追求精神的自由。所以呢，什么老子的、庄子的，包括周易的这些，这个无为清静然后逍遥自由天人合一，这些东西成为他们那么精神追逐的一种理想。这就使得这个整个的应该说这个人的这种生命有了一种觉醒，有了一种觉醒。因此呢，就出现了这种对哲学的追问对哲学的追问，对世界什么组成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进行追问。这是从思想上，社会思想上。从行为上呢，就是说由于连年的这个战争，特别是这个皇宫的这种自相残杀，使得很多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卷入了这个斗争当中，最后人头落地。所以很多的这个士大夫阶层的人呢，就要想办法躲避这种战祸，尽量的不参与到这个政事当中去，为了保证这个自己的安全。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呢，就是竹林七贤的这个核心人物阮籍他讲到的就是说，魏初以来天下多故天下这个战乱太多，那么士人难以保全，由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不参与政事，我就不参与政事。这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很多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了保全自己。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在整个社会就是掀起了一个
清谈的这样一个时尚，啊，我只谈有和无的问题，我不谈实际的事情，啊，我只谈言尽意还不尽意这些问题。而当时的王羲之的这个前辈，比如说像王燕、王导、王戎，还有一个王成，这些人都是这个清谈的领袖，而且这些人都做了大官，啊，做了宰相的，啊，王燕、王导都做了宰相，啊，这个王成也做过刺史，啊，都当了大官，就是说。名士成了一种时尚，甚至在选拔干部上也成为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整个社会成了这种时尚，就超越了这个具体的事物，超越具体事物。那么相对应的就是书法问题，就是说玄学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它的载体是语言，靠清谈，啊，另一个方面是靠文字。就是说有一批人可能他不太善于清谈，但他善于书写，用书写来表达当时的这种情怀，因此呢在书法上就表现出来一个现象。那我们用一个图给大家表示一下，这是那个正式，这是然后这些个清谈的这些人呢不谈这些事情，谈什么呢？谈这个位置上的非常虚无缥缈的事情，离开这个正事越远越安全，啊，越可能获得思想上的自由。那么，这是文字，这个文字呢，就是我们汉末的时候是以隶书为主。那么这就是行草，行书和草书，啊，这就是清谈，啊，那么一批人口才好，滔滔不绝，啊，非常雄辩，一批人呢可能不太善言谈，但是他骨子里也是那种名士的那种气质和风尚，他们用文字来表达。他们写的行草完全离开了当时隶书的这个真实，啊，就像清谈离开了正式这个时代一样，行草也离开了隶书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隶书都是方块字，都是直来直去的线，变成了行草的曲线，不同方向的这种缠绕，这种任意的挥洒，那么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是中国书法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就是说中国的文字或者书法从汉代的一般的中下层的官吏啊，隶书嘛，就是奴隶的隶嘛，一般的官吏来书写这个隶书，那么突然转到了社会的名流，社会最高知识分子的手中了，啊，成了他们这个潜心的寄托性情的一个载体，通过他们的文化理想、审美理想的这种运化，啊，这个提升，生成了当时的行草书的这种状态。因此呢，就是说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书法的文人化过程那么完成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总结这个话，就是说任何事物一旦被文人化，这个事物就会提高到一个至高的境界，而以后的书法就像我们的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讲过，东晋时期的尤其是王羲之的行草书代表了那个时代
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生命状态。那么他没讲，那么顾恺之的画能代表这个状态，他没讲，是因为行草书可以纵横驰骋，任意挥洒，那确实能够代表那时候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那个士大夫阶层那种心理状态，他们的文化追求和他们的言行那种所谓的魏晋风流，是只能通过行草书能表达出来。那么到了唐代，啊，隋唐以后呢，由于法度的加强，那么行草书又太规范化了，它的性情、它的自由又少了。那么在东晋之前，王羲之之前，那么行草书还没有成熟，那恰恰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也被称为人类生命觉醒的一种物化的状态。因此呢，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生命的觉醒，因此也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一个行草的高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还我们需要解释的，就是说艺术都有一个稳定性规律，在它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后来再也难以超过它。那王羲之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但是到底他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要做一些解释。第一个呢，就是王羲之被历代奉为书圣，奉为楷模，这是历史上1600多年了，历史上大家都这样去对待他。那么比如说，首先一个就是在唐代有一个学习王羲之的高潮，这个高潮是谁推动的呢？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个皇帝推动的。李世民呢，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本身也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伟大的书法家。那么他的行书，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他有两件最著名的作品是作为行书的字帖来学习的，我们也都学习过，也都临写过。一个就是《晋祠铭》，还有一个是《文泉铭》。他本身是一个，我应该说是一个大书法家，大书法家。他就是不是皇帝，他靠这两个帖，这个《晋祠铭》和《文泉铭》，他也是一流的书法家。那么这个一流的书法家来推动王羲之，那肯定是这个全国都来响应的，是吧？唐太宗这样说过，唐太宗说：“详察古今，遍临纣传。”啊，古代的和当代的，把和纣传其实就是。纣就是大篆嘛，篆就是小篆嘛，那么经言篆隶啊，就包括后来的隶书，甚至楷书最早也叫隶书，就各种字体我都临遍了。尽善尽美，其为王羲绍乎？达到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绍这一个人。他还说，我李世民玩之不觉为倦，我要把玩它，我从来不觉得疲倦。懒之莫视其端，我看来看去啊，这个太神秘，有时间就思考它啊，有时间就写一写，说此人而已，就这一个人，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其他都不值得一谈。第二点呢，就是历代的书法专家理论家也都这样推崇他。梁武帝萧衍这也是个皇帝，他就说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历代把它作为最最最珍贵的这个宝贝，重视它，永以为训，永远以它作为楷模。那么你还有比方说像赵孟頫，
元代的赵孟頫。赵孟頫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写行书的，行草。就是说宋人，我们讲宋代的四大家，苏黄米蔡，那四大家呢都写得很好，但是赵孟頫认为宋人太讲性情了，尤其像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太讲性情了，他认为把古法全破坏了，所以他看不上宋人。他学书法，他绕过宋人又去学王羲之。那么所以赵孟頫怎么说？赵孟頫说这个王羲之的字是古今一位诗法，永远是老师。好，谢谢大家。